阿弥陀佛。嗯。哎。哦。哦。猴哥，师傅怎么拜这大树啊？嗨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哎。师傅。师傅。师傅，你干嘛拜这大树啊？这是一棵菩提树。哦。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，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，离别贤妻爱子，就在这棵树下，他默坐多日，冥思苦想，终于得到解脱，参悟菩提正果，成了佛身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头一回听说。哎，多亏师父指点，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。那咱、啊、咱们也拜拜吧啊！哎，拜拜，咱们也拜拜。师父，二叔，小心！悟空，莫非我们走错了路？你看，这水如此宽阔汹涌，我们又没有舟楫，如何过得去呀？是啊。师傅，你瞧，那不有座木桥吗？哎，真的有座桥。哦，师傅，你瞧，师傅，这是正路，正路啊。哎，这哪是条路啊？这一根木头，又细又滑，这怎么能走啊？这走不了，走不了。我不去。八戒，你先去试试啊！这没法走啊！这去吧，去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猴哥啊，实在太难了，这哪能过得去啊？这师傅。猴哥啊，你饶了我得了，让我驾风过去吧啊！八戒，只有从桥上过去才能成佛呀！师傅啊，猴哥啊，成不了佛，这我不在乎，这都太害怕了。这个，你摸摸，你摸摸，你看，哎呀，太怕了，我去不了。哎，哎呀，师傅啊！悟空，悟空，胆就好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胆小。八戒，什么？听，我看滔滔碧波，有人唱歌。有船就能渡河。哎，师傅，有条船。师傅，这回可好了，有船不用过桥了，咱们用船过去吧。走，师傅，走。有心就能渡河。师傅，师傅，船来了，八戒。有心就能渡河。悟空，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？哎，师傅，你没听见，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。啊，不行不行，走，没事，师傅走吧。没事，还早呢。悟空，师傅，我们来了。来了。圣僧，你已经脱胎换骨了，可喜可贺呀！悟空，哎，你看，哦，啊，师傅，
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，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，你倒不认得了啊。沙师弟，小猴哥说的。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！阿弥陀佛，圣僧啊，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，明日好朝见佛祖。阿弥陀佛，朝见佛祖。圣僧仪表堂堂，真乃佛子之相。阿弥陀佛，请，请，走，八戒。八戒，你瞧。猴哥，你瞧，你瞧那边。啊。圣僧，你与大圣、天蓬元帅、卷帘大将，已经到了佛祖圣境。哦，到了，是到了，是。我告辞了。阿弥陀佛。师傅，走，师傅你瞧，走走走啊，师弟。师傅，阿弥陀佛。唐玄奘觐见。唐玄奘觐见。唐玄奘觐见。弟子玄奘，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，摇曳宝刹，拜求真迹。你那东土大唐，物广人稠，多奇多诈，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造下无边罪孽。阿弥陀佛。我有经文三藏，共计35部，15144卷，乃是修真之经，正善之门。望佛祖垂恩，赐弟子三藏真经，以造福大唐生灵。真是啊，师傅，这些鲜果，可不比凡间的啊，多吃，多吃啊，多吃，什么都吃的。测的经文，藏经楼，藏经楼，走，里面的经文记载了四大部分的天文、地理、人物、鸟兽、花木，还有啊，请二位尊者赐经。圣僧啊。你们看呐，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。啊，怎么样啊？啊，还有还有，来来来来，看，哎，怎么样？圣僧。
你瞧，来来来来来，看看这儿，怎么样啊？啊，尊者，快传经吧！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，从不轻易传人。依你说如何传呢？大圣一向聪明，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？规矩？什么规矩？师父，你可懂这个规矩？八戒，你懂这个规矩吗？规矩？我们头一回来，哪懂这儿的规矩啊？沙师弟，你懂这个规矩吗？你懂吗？不懂。都不懂。你说说看，什么规矩啊？这有何难呢？我们要点人事啊。哦，人事。师父，什么叫人事啊？二位尊者，弟子来路遥远，不曾备的礼物。二位尊者，没有礼物，这经卷还传不传的？是啊，还传不传了？白手传经济世，后人当饿死了。好，师父，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。走，悟空，嚷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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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么所在？不惜在此撒野放刁！到如来处斩立去！走！走！悟空！悟空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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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悟空！走！走！走！好！好！好！大圣，三藏总经一共35部，各取几部给你们啊？你怎么这？请来接经吧。阿弥陀佛，大圣接经。拿来拿来。佛本行经一部，800卷。啊，师弟，接着。八戒。西天轮经一部，130卷。猴哥，真是这个真经啊！接着，师傅，来来来，菩萨经一部。1020卷，这太好了。来了，菩萨戒经一部，116卷。接着，接着，好好。八戒，猴哥，金刚经一部，八戒拿好，好拿好，100卷，太好了。宝藏经一部，45卷；维摩经一部，170卷；光明经300卷。给你，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！是啊，是啊，师父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！师父这些磨难呐，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。二师兄，你指的是什么？师父接了好几回亲，还不是好事啊？八戒这色戒岂能开得？八戒，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、色情不泯，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？可不是嘛，也是啊。如今取得经文，真是功德圆满。